Hello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哈斯洛塔斯 Ino Live 官方中文解说乔治给大家带来这一期的手牌集锦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局，25、50、100的三盲加上大盲100的 NT。这里 Fura 40杂色先 raise 到500。这里是 Art 啊。Art 是曾经两次 WPT 这个冠军的得主啊。这里 A 勾杂色做加注。A 勾杂色做到加注，做到1600啊。这里哦 Mariano 99MacX 还有一手 A5 同色，要不要玩？那99 bottom 位置非常标准去防守，这里 A5 fold 掉，勾7 fold 掉，那40杂色。这里40杂色是个什么想法呢？这里镜头给到了 Airboss 身上这个小李啊，洛克里啊，木叶旋风李天华。那这里翻牌是勾圈 A， 这里是高低两队面对的一个卡 K， 然后这里99是一张单张的黑桃。这里 Fura 是主动打2000，那这里 A 勾先 call 2000，转牌一张10，现在是中对了。那但是其实这个10反而没什么用啊，但不过这里 Art 这里 Fura 接着打，这里 Fura 在9000底池里面打3000，这里 A 勾两队，突然就觉得自己的两队不香了，突然觉得自己的两队有点怪怪的。不太好。菲尔说：“就你是 WPT 世界冠军是吧？我的剑下不斩无名之辈啊！”那这里菲尔已经在表演自己是张 K 了。那看河牌，河牌一张8，这里河牌Mariano 是击中了，不过对于这两个人而言其实没有击中。现在是牌面单9单 K 成顺。我这里菲尔。哎，我也不想知道你是啥，我就是抡咚咚咚抡三锤，在一个这个1500的底池里面打6000，哎，每一枪呢都打的不是特别重，每一枪呢都让你觉得，哎，我就是在做价值下注。我打的也不重，6000，我就问你要6000，你给不给？就是告诉你，我就是一个单 K， 对吧？这个牌面上我也知道有一个后门花。有一个前门花到了，那我就少打点，我也不打多，我也不给自己找麻烦，这个6000打的就非常真实。那这里 A 勾两队也很难受，对手是一个番前 open 自己3B， 相当于是一个 open call 3B 的范围，可以有很多的这种 K 圈，很多的这种90。很多的这种 K 勾，类似于这样的牌，自己可能觉得为什么自己没有在翻牌做一个加注，现在导致了这个牌发的是越来越难处理，越来越难搞定。也在想说这里 Fura 会不会是纯空气投机，但是这个面纯空气敢投吗？问题来了，他能是纯攻击吗？他打6000，哇哦！这里 Fura 秒秀自己的 bluff， 一个40杂色，不过这个底池也不大，你这个 Art 不知道作何感想，说行，你小子行啊，行，你真棒，这个确实很有想法啊，打得很有想法。那看下一手牌。这里 Alex K9 杂色做加注做开始，这里勾五虚 T 先 call K10 杂色也 call 57杂色也 call， 这里 Art 又是一手大牌啊，这里 Art A 圈杂色，你们都 limp， 我肯定是不能接受你们 limp 的。这里 Mariano fold MacX fold， 这里 K9 也 fold， 勾五也 fold， K10 也 fold， 57来了，谁能想到最后是57来了的？
看看这个翻牌对武器能不能有点帮助啊？哇，结果翻牌，377，武器直接击中 trips。那这个牌面对 A 圈而言又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牌面啊，自己一个3笔底池里面，这个377的面对手有很多不如自己的两高，但是谁能想到对手是张七呢？Alt 打2600，这里 Airball 也不跟你废话，我直接就 Raise，对吧？但是其实，在 Alt 这样的视角里，越觉得你 Raise 越觉得你奇怪，就是你越 Raise 你就是没气，你 Raise 你就是没气，你就是一个手对，你就想把我打走，你不想看到后面的发展，你就是一个什么口袋对八、口袋对九这样的牌。那这里应该 Alt 是要跟住了，打到了7000，补4400，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加注啊。哦，结果这里 Alt 是做了一个 re-raise，打了一个3B 出去，打了一个17000的3B，但这里 Airbo 在想说你在搞啥呀？这个 Alt 内心就是你别搞我，对吧？你别天天拿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就在这边瞎 raise 我，对吧？我坚决保护我自己的三 B 底池。结果哪知道对手真的是一手有七的牌，那这里应该 airball 就要给二推了。然后这里，哎，但是这里 airball 打的这个四 bet 没有想象中的大。这个四 bet 打到27000，那结果这里二是直接喊出 all in，然后 airball 秒切。双方决定发2次啊，但是其实这个牌发几次，对 airball 而言真的区别不太大。那这里这个翻牌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，一家打 re raise，对吧？3B、4B、5B all in。这个 Airball 啊，这搞事情，搞着，把自己把对手搞上头了。这个第一次发牌没有内容，当打开这个牌看到 Airball 是张七的时候，这个 Alt 已经把自己的筹码全部推向了 Airball。第二次发牌转牌一张九，其实发什么也无所谓了，河牌一张六。这里 A 圈被 Airball 57清台。Art，你说他做错什么了吗？唉，也很难说，确实好像也没做错什么。不过最后这里 all in 可能还是冲动了一点，不过面对 Airbo 这个形象，也情有可原吧。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在这一首最后的 Trips 7结束了。那各位下期再见，也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《哈斯尔卡斯尼德 Live》官方中文的所有节目哦，各位，拜拜。